台南市碧河工厂为了因应过年年菜以及送礼需求，推出相当多元的商品，特别举办记者会，大力行销碧河的商品，而且也推出年菜以及伴手礼有够。市长为提恒心徛台，欢迎民众踊跃订购来做爱心。今年的好年嘛，已经要过了啊，准备迎接新年的到来。台南市各家碧河工厂是提前做好准备，有多项年菜甲伴手礼要甲大家分享。伫一号九五，台南市政府咧讲叫是举办记者会，带来宣传。现场嘛，展示六家碧河工厂的多元商品。所以我们在108年就开始跟我们台南市的农会通路来结合，所以今天在关田区农会来启动年菜的行销。那当然，我们有6家批务工厂，他们都精心制作的非常好吃的年菜。啊，当然，在这讲好食，就希望大家过年爱甲家买，啊有年菜好食，啊够有好心能够分享给我们台南市里面每一个角落的弱势者。台南市市长韦替今日是出席记者会现场来徛台，带来推销各个商品，并展示碧河工厂的12项年节贺礼。除了年菜，阁有点心，阁有红包肉啊。商品是相当多元，应有尽有。台南过去都是美食之都，现在也是美食之都。可是，我们从吃出美味之外，还要吃出一些人情味。那这些人情味就是来自我们。社福团里他们所准备的精美的一些美食，那所以说我想说既做公益又吃美食，何乐而不为？希望大家一起来，能够到我们关田农会以及所有的这些社福团里所推广的这些好吃的这个美食。伫碧河工厂，工课每一位新生上来者拢非常努力，是代表予大家支持佮安心消费。欢迎民众趁着过年前踊跃来选购碧河商品，买单予遮新生上来囡仔一寡鼓励。记者钟慧决定古彩虹报道。